啊，这两天厂长叫我去党组长来，我去上班了啊。等下组长，你可是党活。我党活，组长，我年轻，我啥干不了。正经弄。妈，我去了啊。早饭可了吗？好了。哎呦呼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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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。咋个知道呗？你们一会儿来个鼓掌。人呢，踏实肯干，挺有责任心的。你们多跟人学学。咋了？还想买这脚？行了，放在那，放在那，走吧。好。咱再等等，开工。好嘞，把衣服收拾收拾，开工了啊！厂长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厂长，厂什么长啊？就你新来组长，你凭什么当组长？你看看都几点？你要能干，你就从员工开始干，干不了立刻走人。我能干。组长是吧？组长你多干的。你没事吧，组长？没事，别叫我组长了，我不是组长。你先歇着吧，组长，我来。谢谢你，没事。坐那干啥？不能干，回家吧。宋主任，我能干。宋主任，你中枪是啥？我听你。葵儿，眼里不值钱。妈，我给，请你连早饭都不吃。嘴甜吗？给，早点回家。咋弄了？我脚崴了一下。你咋地了？一点都不知修行。
妈，不用，不用，那不用。疼不疼？不疼，妈。对不起，我也走了，作业完了，还得让你照顾我。啥对不起？你是故意崴着脚了吧？是不是想偷懒？好好歇着吧，我去给你做饭去。大妹子，麻烦你帮我看一下水，肚子有点不舒服。可以。谢谢啊。没事。慢点，妈，我脚好多了。妈吃过饭，我给带来看看去。不用。喂，戴厂长。哎，婷婷，今天实在不好意思啊，脚没事吧？没事。哎呀，没事就好啊。董事长特地让我道个歉，都是误会，他把你当成送水的了，希望你别介意啊。没有事，就是送水，也是应该的。那个。宋主任吧，他也是照常办事，人呢不坏。是的，我明白。那行，那你脚上不穿工伤啊，好了随时来上班，组长。谢谢啊，厂长。妈，听了厂长的话，我心里好多了。婷婷，在生活中受委屈是避免不了的，有些人他就是不听你解释。孩子，你记住，你经历的都是为了你的人生更加美满。我知道了，妈。傻孩子，你们吃饭吧。你尝尝我做的面条可好吃，我看着就好吃。给你瞧瞧。